现在还是。哎呀，一觉醒来太爽了这里，因为这边非常的舒服，然后它这个床上用品还有那个枕头啊，我感觉非常非常的舒服。然后早上清晨的一缕阳光，刺到我的眼睛，醒过来以后啊，哇，空气非常非常的新鲜这边，然后它这边也比较安全啊，都是有这个铁丝网的栅栏。准备出去买一点材料回来，做早餐给两个女孩吃啊。我们这个门口就只有卖加巴提的啊，那个什么蔬菜瓜果的都买不到，所以就给他俩买点加巴提，然后再弄几个鸡蛋，简单的吃一下，晚一点再带他们去买菜啊。你们好了没有？好了啊，可以出好。Go, 老三。Chinese gift, yeah, give you.Yeah, smoking. 这个是他们带来的中国的烟。Yeah, give you my siphon. Yeah, my siphon brother. 现在小曼正在给家人报平安啊，因为出门在外，在非洲的话，家人比较担心。然后老周现在带他们去看一下张吉巴尔美丽的海滩啊。你告诉你哥，我们有保镖的，马赛保镖啊。保镖。Hello。马赛人是打狮子的，你告诉你哥啊，他们是从小就和狮子一起摔跤的人。这里是他一个比较特色的小集市，然后这里有很多马赛人在这里做生意啊。这条街也很漂亮，还有很多画，很多画啊。哇，走在这条街真的是很漂亮啊，我都第一次逛这条街。哇，这里怎么样？这里是不是非常非常的 beautiful？ 太漂亮了！今天这个海水很给面子，平时没有这么美的。啊，我感觉平时这么美啊！啊，因为你们来了以后，它很给面子，所以就特别的美，呈现在你们面前。它不是每天都这样的。今天是这样。老三回到了海滩啊，也非常的开心，因为这里有很多他的兄弟、他的朋友。呀，江波，高兴吗？啊，嘿，高兴。真的吗 ？Really？ 老三 ，Chinese friend， yeah， say you， only you， Masai， number one， Hanson。谢谢。今天你们开不开心？开心。老三，今天你开不开心？开心。带你们去吃好吃的 ice cream， yeah， 冰淇淋啊。他家这家店是一个意大利人开的，他家冰淇淋超级好吃。啊，来这里 ，yeah， for ice cream， yeah yeah yeah， 啊，来干杯，不要干在一起啊，我的这个咖啡的啊，干在一起就掉了。怎么样，他家的冰淇淋？好不好吃啊，在这么美丽的沙滩上。来吃这个冰淇淋啊！我们来到这个我经常来吃的这家那个非洲餐厅啊！哇，今天生意这么好，要不然今天就给你们体验一下五咖喱啊！来到这里的话，五咖喱是必须要吃，对，啊！但是我估计你俩吃一个五咖喱就够了，因为他那个五咖喱分量很大，一个够了。啊，对，老三，那个one beef shop。Yeah, beef shop. Ye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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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. Yeah, one. Yeah. You have ugali with beef. Okay. Soup finish. Finish. 那个今天他家牛肉汤没有了，就只能给你们先尝一下那个
五咖喱了啊。等到下午我做海鲜给你们吃。行，可以。好，我们就随便将就一下了啊。感觉这边经常吃饭都是要这没有，要那没有的。小曼吃不吃得惯这个五咖喱？吃得惯。是玉米做的。感觉有点湿。其实我感觉你们不是很喜欢吃啊。等到下午没事，做海鲜给你们吃啊。因为中午很多菜都没有了，我们就先凑合应付一下。看一下老三回到这边啊，真的是非常非常开心，因为不断的遇到很多很多他的马赛兄弟们。老三 ，You are happy? Yes, Mr. Yeah. How are you? Good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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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od.就白天过来工作的时候可以住这里呀。哇哦，今天的烛光晚餐啊，炒鱿鱼，石斑鱼啊，老周刚刚做好的。哇，小曼，你知道你喝了酒以后，你的这个脸会泛一点红晕啊，更有女人味。我不能喝酒。对，你喝了以后，你的脸红一点啊，就要更美。我的天啊，老三，游戏，西，drink， yeah。Face right, little right, right, yeah, very beautiful, yeah, very woman. 笑完了。他开心的，但是他听得懂我在表达啥。对。来来来来来，好的，来，我们再干一个啊。来来来。Very beautiful woman. 今晚的海鲜怎么样？可以说真实想法，能不能吃还是不好吃？好吃，但是就是料不好，我也知道，就是料没有酱油，所以我们的味道有点单一啊，也是对不住你俩。太好吃了，你看这都快吃完了，请多包容啊，请多包容啊。来来来，我们干一个啊，请多包容。来来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